菲尼泽洛斯当地时间6号晚与反对党官员就筹建联合政府、大选日期等问题进行会谈，最终双方一致认为2月19号是大选最合适的日期。希腊新政府将有足够的时间削减本国债务，以实施欧元区国家10月26号达成的救援协议。此前，希腊执政党领袖总理帕潘德里欧与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领袖萨马拉斯就组建联合政府事宜举行会议并达成一致，双方同意组建联合政府，新政府将由一位新总理来领导。另据报道，欧元区领导人今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商讨对希腊的下一步援助计划。希腊财政部长维尼泽洛斯将出席会议。